这样搞起来真正可怜啦，讲真的啦，张忠谋也好啦，郭台铭你这企业的大佬，你这个就是大行大咖的，你这台湾排名，听我了后头讲一句话，我是一个卡尔，我是一个卡尔，我听我了后头讲一句话，摕一两亿啊，来起一间啊，上具规模的，会使收容中心挑两万只，应该一概解决，总个收入就对啊。吃你无偌济啦，拜托的这大企业家，麻烦你摕一两亿啊，起一间大型的，你讲董事长把这问题拢解决好无？对乡下来讲，该是小问题吧，我一两亿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？这电子的大档呢，哦，郭台铭、郭董、张忠谋、张董，你敢会使发挥一撮爱心？台湾政府对这流浪动物这地吼，完全是无补助的啦，完全嘛是摆烂安尼尔啦。你好多我抓到是抓到严严的，原地解放安尼尔。这无法度解决啦，因为原地解放你无法度，大家拢严到严到掉，你听有无？无法度啦，啊，到今日生日生是未解决的啦。啊，这到时真正可怜啦，讲真的啦，张忠谋也好啦，郭台铭你这企业的大佬，你这股票就是大行大咖的，你这台湾排名的。听我了后头讲一句话，我是一个卡尔，我是一个卡尔。我听了后头讲一句话，摕一两亿啊，来起一间啊，上具规模的，会使收容中心挑两万只，应该一概解决，总个收入就对啊。吃你无偌济啦，啊，我话你讲哦。这流浪动物之家哦，这基金会啊，这个会使报销的哦。啊，是以你黄海家去去一间黄海动物之家嘛，无要紧。啊，只狗啊收收起啦，啊，较辛苦嘛，十五年尔，上济十五年尔。只狗一老死了，咱流浪动物就一概解决啦，好无？讲真的啦，即马外口吼，民营团体遮济有无？民营团体遮济，什么董妈妈啦，什么徐园长足济啦。讲真的啦，因十个人吼，几千只几千只支持袂落啊啦。讲真的，讲收狗收狗无多少收啊，你去看现场。讲安排听，要无饲人买啊啦，拢靠咱只老百姓咧斗相共。因收的速度吼，无只野狗咧生会紧啦。要解决，一定要一个大企业家出来，摕一两亿个出来，开一间上大间的流浪动物之家，把所有狗拢收起来。即马外口就是咱政府对流浪动物已经无法度办，已经没办法了，已经双手空空，等伫遐看下要安怎就安怎，甲收收咧，做只好事的。十五年后，只野狗就无去啊！我相信吼，一定做好事的啦。只我个廖师爷粉丝哦，一定甲你好好的，好不？拜托的，这大企业家，麻烦你摕一两亿啊，起一间大型的，你讲董事长把这问题拢解决好无？对乡下来讲，该是小问题吧？我一两亿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？郭董，你讲一句话，张总，我张董，你讲一句话，台湾这问题就解决了，好无？啊，对你来讲应该不是足困难的啦。啊，你嘛拢会使报税啊，这做好事吧？郭董，连甲你选总统，我甲你等，对无？哎、欸，做一下好事嘞，卖让大家讲啊，这样做生意人爱赚钱呢。你两个选啥，我拢甲你斗等啊，好无？我甲你斗钱，甲你斗话，好无？三立新闻网。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，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，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